比肩比例。当然，两位呢要将此刻的幸福呢记录下来，来一起呢来封存哦。究竟呢什么是封存呢？等到我们的新人上台之后呢，跟各位嘉宾呢一同来分享，好不好？好，当然了，来温柔一婷一同的来移到我们的时空胶囊的前方。看不到的朋友们呢，欢迎各位可以站起来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到啊，今天我们在礼拜的侧边呢，准备了一个幸福时空胶囊。这个胶囊呢是可以保鲜的。这一封信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我们的温柔跟丽婷啊，在我们婚礼筹备的过程当中呢，也写下来要送给彼此的话了。现在这是一个秘密哦，他们都不知道对方写了些什么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两位要投递在我们这个胶囊里面的来保鲜，相约一年之后呢，再回来为我们的新章点花，再来开启这个幸福时空胶囊。在我们的温柔丽婷呢投下去之后，我们的后面呢准备一个倒数计时器，将会开始倒数365天。好，请问两位新人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哦，很诚意的点了头，好，很真诚。当然呢，也请我们的温柔丽婷一同来注入幸福，投递幸福。好，投递终于看到，来，两位可以回头看一下哦，打勾勾，相约明年的这个时候呢，再一起回来新章点花，来开启我们的幸福时空胶囊。当然呢，来，我们两位呢，是不是可以手牵着手，回到我们礼拜中央？其实呢是我们的双方主婚人和各位嘛举杯，当然两位新人一同回到我们的主桌，也要先行入席，看到我们开始来。